今天520，我生病了，恐怕你爸得给我买个包回来了。520是什么？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。但你能说一下生病和买包有什么联系吗？你不知道包治百病吗？你等一下。Later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拿去。咱们来玩个游戏啊，这是什么？20块钱。我拿盆把它盖住，如果你能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把盆打开，把钱拿出来，这20块钱就是你的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给我20。一人放100，你放20，我说我掷啥了你不玩。那行行行，那我给你加100进去，这样行不？还行吧。谢谢老妈。儿子，你觉得妈妈做的饭好吃吗？他们都说妈妈做的饭没食欲。还行，能吃。回答有点勉强了啊。妈妈兄妹5个，小时候能吃上一顿这样的排骨就算是过年了。突然想起小时候，觉得还挺幸福的。那个时候穿着开裆裤，跟在你大姨二姨的身后，他们走到哪跟到哪，感觉特别的开心快乐。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总感觉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快乐。是不是裤裆缝上的原因？晨晨，妈妈今天被骗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跟朋友出去逛街，迎面走过来一个戴着墨镜、手拿拐杖的人，走到我俩跟前说：“美女，我今天一天没吃饭了，给点吧。”我掏出5块钱给了他，给完我才反应过来我被骗了。他是装盲人的，不然他怎么知道跟前站的是男是女？是走吧，5块钱买一句美女，给我20，我都让我开嘴说几个瞎话。你的意思是我还占便宜了是吗？那我问你，你敢不敢叫我一声美女？哼，不敢。我觉得有些事你也不敢。什么？你敢不敢把你手机给我玩玩？想的倒挺美，我还真不敢。我敢叫你爸的大名，你敢吗？我敢叫他爸，你敢吗？儿子，长大后给妈妈买什么呀？房子、车子，你所有想要的东西。买不起咋整？没有加油努力，让我自己变得买得起这些东西。哇哦，不错。那就说买不起怎么办吧？只有以后烧给你了，满意啦？不怕凉好。哎，晨晨，遛狗的那个阿姨怎么生气走了？你踢人家小狗了？怎么可能，我那么喜欢小狗。那她怎么生气了？我跟她说话她都没搭理我。我对她来说，阿姨，你家小狗好可爱呀。阿姨对她家狗说，儿子叫姐姐。我好奇地问，阿姨，这个小狗和你长得一点都不像，是你亲生的吗？他就生气走了。哥，数学成绩出来了没？考多少分？100。那你同桌考多少？98。啊，是不是考的差不多嘛都？他考98是因为他实力只有那么多，而哥哥考100是因为那个卷子最高只有100，那要是有110分、120分、130分啦。有人，你别笑。妈妈，那个叔叔说我了。哪个叔叔？就是旁边坐着一位阿姨的那个。他说你什么了？我觉得那个阿姨长得很好看，我就多看了2眼。那个叔叔说，小屁孩看什么看？你是不是觉得那个阿姨像花一样好看？
别看了，赶紧回家找你妈吧。我白了他一眼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只顾看钱花了，没有注意旁边还有一坨牛粪，不好意思啦。哎，小姑娘吃东西得优雅一点，不能这样吃呢。哎，这样吃才对嘛。好，再来一口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真是让你爸气死我了。怎么了？在街上，他竟然说他娶了我，倒了八辈子霉了。街上那么多人，你说他是不是二百五？你说不能在人身后说别人坏话吗？我没有说他坏话呀。他二百五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我夸他的，我夸他好，特别好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我想听我爸夸夸你，其实你比他还有二百五。哎，晨晨，明天小姨过生日，见了小姨要说祝福的话，比如说小姨身体健康，越来越漂亮，高升发财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缺什么补什么呗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咱们玩个游戏啊，两个鸡蛋，一个热的，一个凉的。如果你们能在不碰触到他们的情况下，把他们分辨出来，这一百块钱就是你们的。如果你们做不到，你们就每人给我一百。算了，我们不和你玩。哥哥，把你的冰棍放上去。再放这个。抬起来。那个是凉的，这个是热的。不算不算，你们两个人，我一个人。要不你们让我一次行不？行，那你来吧。这两个鸡蛋，热的它不一定是熟的，凉的它不一定是生的，一个熟的，一个生的。你们如果能把它分辨出来，这一次我就服你们。那你能碰它们吗？我当然可以啊。那你把它们每个都转一下。这不转一下吗？就转一下吗？这个是熟的，这个是生的。你确定？确定。看吧。给你。妈妈，我吃完这个苹果，你让我玩会手机呗。不行，就玩一会儿。不行，十分钟行不？在不动这个苹果的情况下，你把它变小，我让你玩一个小时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有人有没有变小？速度超快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今天在家里吃都吃腻了，要不出去吃一顿吧？啊，想出去吃啊？那行。哎，这里有两碗水，一碗热的，一碗凉的。你们谁要是能把它分辨出来，下一顿我就带你们出去吃。前提是不能碰碗，不能喝，不能把东西放进去。要是分辨不出来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咱凭实力说话，好吧？又玩真的。热的。大哥，懵了吧？晴晴啊，
如果有劫匪捅我一刀，你会怎么办？看他是否捅中。没捅中了呢？给他来瓶脉动。为什么？关键时候不在状态，迅速回归。捅中了呢？来片血脉。什么意思啊？根本停不下来。问这样的问题，你是有多无聊？哎呦我的妈！